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組選舉咧，將喺今年嘅9月19日進行嚇。就第七屆嘅立法會選舉，我剛才都透露咗啦，就係經過個修訂咧，就會喺今年嘅12月19日進行啊。咁啊，第六屆嘅行政長官選舉咧，將會喺明年嘅3月27日舉行。咁啊，所以我剛才講咧，我哋已經係會喺呢條條例裏邊咧，就修訂咗舊年嘅緊急情況換屆選舉日期第七屆立法會嘅規例，將原本嘅9月5日咧，係改為12月19日。